哦，好，早点来打嘛，害我浪费这钱。打不出来了，教练太难就对了。就对啊。真的是哦。可以耶，可以出哎，用甩的，可以啦，老公，甩对你来讲一点都不难。他问你是的，他出来啦，抓头就好了，手干嘛要给我看什么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要出货啦，你抓头一点，他好像不用抓很深。你要干嘛？你们两个？好，出货。所以不能抓太深，它会放回去啊。对，它不能抓太深的话，它不见得会起啊。你不能抓那么浅，爸爸要出货了，跟爸爸说加油。哦，因为他那一拍都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我，就我玩一下下。哦，好。早点来打嘛，害我浪费这钱。打不出来了，教练太难就对了。就追啊！真的是哦。老公，你这网能不能打出来？你说我把它拉出来啊？你就直上直下拉出来就好了。爸爸下场。哎，要出了，要出了！爸爸，你要出货嘞，还是你自己打完的？一点点而已。好，太浅，再深一点点。有丢回去了，丢回去了。那最后你那一枪，那枪怎么那么可惜？不要换的。好，好吧。我觉得你好可惜耶，你刚刚就丢出来啦。哎，好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要出货。啊，死定了！没准打不出来了，教练太难就追。就追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他会有那一爪。转转。那我们刚刚那个真的很细致。妈妈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想办法打到上面一点点。嗯。我觉得我运气是快被用掉了。啊，不，这可能要用左右二爪，捡到两爪。你刚刚真的很幸运呢，你要让他脱爪呢，很爪啊，死定了，就丢到里面去。对，那我刚刚那个拍数是他怎么掉下来的？那就刚好是会丢啊，没有。有难呢，这一颗。夹到了没？还没。很难呢。这一颗有点难。刚刚那颗比较，妈妈是太幸运。哦。转了一圈，又掉回去。妈妈，我想喝饮料。希望他把它丢出来。这有难度，这一个。你要不要一直甩，一直甩，一直甩？会不会呢？会不会？爪子不会变笨呢？啊！还是过
差一点哎，这颗很难，因为它没有另外一颗挡，对不对？它真的一直滚回去哎，很累了。你加扣，别等我。是什么东西掉出来的？不行，那别人的，人家出货是人家的。对啊，吃饭，然后经过那边。他出货啦！啊！来，我要示范。哎呦，十块哎，厉害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好爪抽。哦，有，我刚要打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打他的技巧是什么。右前方那块吧。哎呦，很重哎。哇，整个台面都在震动哎。是要打前面打后面？打前面，还是要打前面？因为打後面很厉害，他说这叫某些地方倒爪会出，所以我在录。哎呦！因为打前面太重，等一下又会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在扣啊。哇，飞进去了，完全不给。不给力耶！为什么打到立起来？打到立起来耶！他打两个，很厉害呢。哦，爪力也很强。其实很难。真的要保雷？我真的要保雷，所以要开始做球了吗？全部拉过来。重心是在后面这样子，厉害！今天很开心遇到这么多高手，一个是蒙面侠，一个是李先生。这是英雄吗？来。可以尿。